2023年5月13号礼拜六下午3点多，第25次的龙洞游转，第25次的酋长岩游转。是啊，表弟实力坚强嘞，啊，起码兄弟弟在新疆抓了啊，有还在找，有在找，哦，还上来，不是啊，我小时候就是放牛，那个牛牵出去，不管刮风下来，就是一天才回来嘛，就习惯了。就便当带的，就一天啦、啊，习惯了。然后有时候什么偶下来的，中间跑回来，我说没事，还回家睡觉嘞，最好。还有这样子，没这回事啊。这放牛班的好处。那跑二宝、小宝还叫老宝，一个老宝。原来是公鸟都有掉毛了。胸部啊，胸部那个站的时候就看着有缺了几撮。快进去啊！哇！他在追了，追进来了，啊，放弃了。哦，因为他在鸽子从这边进来了，对。啊、哦，最后放弃了，公鸟没出去啊。他跟幼鸟在一起，加减拍一下。点头，点头，再点，来了。来了。啊。对，这是你的，成对小的抢手，好东西啊。